MyPost 主要的做的业务是集运，就是帮助马来西亚的商家从中国把货物仓储到我们的广州仓库，再从广州仓库发货到马来西亚。我希望是我可以培养，或者是给马来西亚的企业家或者是电商，把他们给引到中国这个地方，因为中国也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经济体了。现在，所以我们来到这边的话，去向中学习，就是尝试去了解这个先进国是如何崛起，然后我们在这边的话得到什么启发。对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在十年前的话，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世界工厂的概念来到这里，然后寻找我的广州的第一桶金。那么我找到了，那么然后接下来的话，我希望我可以用我的一些过去的经验分享，然后再以未来的趋势怎样去走，去告诉大家。因为我相信的话，创业它这个过程的话，它是有一定的规律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它都有一定规律。可是重点是在这个段时代里面，我们应该要怎样做，如何做？我相信的话，来到中国的话，可以看到很多我们看不见，在马来西亚看不见的东西。